星期六来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但今天我们不是快乐家族，我们是超能大英雄。哇，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英雄，每个人都不同的英雄，对不对？那个有的是一眼就能见出来，欣欣就很简单，很明显是个孕妇嘛，对不对？我是哆啦 A 梦。哆啦 A 梦哈，涛涛你是忍者神龟。哇，我是绿巨人。绿巨人，您是有许多女英雄，她也把功劳兼。穆桂英，欢迎您。花木兰佳佳是圣斗士星矢。哇，天马流星拳，吃饭不要钱。哎，其实我很担心，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年代，知不知道我办的这个神笔马良，你没有看过吗？是啦。哦，我以为你们才十几岁。画什么就是什么。对，画什么都有什么。那接下来欢迎我们另外今天来的五位超能大英雄，来欢迎他们。首先是好久没见的我们的陈坤。坤哥，坤今天是这个福尔摩斯，对不对？对，我今天是福尔摩斯。最近有没有什么英雄的片子要跟大家见面？很感谢，我很高兴好多年没有来到快乐大本营。我呢很希望大家能够看我们这期节目，并且能够支持我们4月1号在全国上映的火锅英雄。我在里面演了一个角色，用重庆话。好，火锅英雄，4月1日的火锅英雄。接下来是我们大本营首秀林允儿。欢迎允儿。大家好，我来到快乐大本营很开心，我是允儿。中文好的呀，吓人。允儿，你今天是什么超能大英雄啊？今天我是精灵女王。哇！对了，要给大家特别介绍，林允儿最近有新的作品在这个湖南卫视热播。哦，你自己来介绍。武神赵子龙。武神赵子龙，对不对？你在里面扮演赵子龙，辛不辛苦啊？林更新扮演赵子龙，那允儿扮演的是？我演的角色是赵子龙的初恋夏侯卿。长得就很像初恋。中文100分呐、真的是纯纯的。好，旁边这一位呢也是好久没来到我们快乐大本营的高以霞。也是我们武神赵子龙当中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哈。Hello， 大家好，我是高以翔。其实我在武神赵子龙里面演的就是吕布。吕布，好帅哦！所以今天是这个金刚狼嘛，对不对？今天不是吕布，是金刚狼。是金刚狼。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两位年轻代的超能大英雄了。是。好，那个首先呢，是我们又一次来到大饼，我们的小白白举纲，欢迎。欢迎小白，我觉得实际一点吧，还是拥有一个法郎比较适合你。你可以和嘉哥一起开一个法郎。在一起，在一起。还少一个吹啊，只有师姐。哎哎，你们俩开了法郎，我到你们法郎门口去卖西瓜。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在我们火锅英雄，你有演吗？俊杰啊，火锅英雄没演。那请这边，这边请。来问也没有问一下，武神赵总有也没演是不是？哦，好，来这边请。这边请。哎呀，他要考大学了，大家。俊杰，今天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超能大英雄，看的大家一看就知道。孙悟空嘛，对不对？对，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现在被神秘的力量封印了。然后我们要通过一些游戏来获得自己的能力，而每一个能力在游戏的过程中，在下一个游戏过程中就可以帮助我们获得胜利，好不好？我们首先来第一个分组的热身游戏，叫做各位英雄 stand by。各位英雄 stand by， 游戏规则：现场嘉宾分为两队，何老师带领允儿、高以翔、郭俊辰、吴昕为超能队，维嘉、谢娜、海涛和陈坤、白举纲为英雄队。大家根据口诀轮流应答，答错一个字或者反应慢的都将被淘汰。如此考验语言表达的游戏，深深的为允儿担忧。让我们期待大家的表现吧。好，在这开始之前呢，我们再带允儿来再认一下啊，他们的中文名字，因为对你来说会有点难度。第一个是忍者神龟，绿巨人。第二个是鸣人。第三个是
星石。对，第四个是花木兰。第五个是夫。你叫我福尔就好了。福尔。福尔就可以。我听得懂。福尔。针对你可以两个字，但其他是四个字。福尔。福尔。OK， 你自己是精灵女王。精灵。他可不可以简单就叫自己女王？非常好，你可以叫女王吗？好不好？精灵女王要来你就说女王，女王，好不好？精灵女王也可以。哦，神兵马，而且是我听到翻译姐姐在后面跟他说，精灵女王 Can Chanel 就要他用这个说，结果他自己说的精灵女王也可以，他自动翻成中文。我们叫哆啦 A 梦还是叮当吗？哆啦 A 梦，孙悟空，神兵马良，女王，精灵女王，精灵女王，精灵女王，金刚狼，金刚狼。好，第一轮先不淘汰，先暖身一下，预备，请各位英雄 stand by。好，马良，请鸣人拯救地球。鸣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金刚狼能拯救地球。金刚狼不能拯救地球。那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忍者龟可以拯救地球。绿巨人。绿巨人。不是忍者龟。不要学乌龟。绿巨人。你说完忍者龟。龟太冷。就这个意思啊。我们现在就正式开始，不能错，好不好？从谁？我们公平起见，我们这样，我们请陈坤开始来，好不好？好。好，各位英雄 stand by。好。福尔摩斯，请精灵女王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谁可以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可以拯救地球？谁能？那么请问谁能？是这样的，我提醒一下坤哥。你要是这个中文的游戏玩的还没有韩国朋友好，4月1号去看《火锅英雄》的朋友就会觉得你很逊。好，我马上开始。好，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来，那么谁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绿巨人能拯救地球。哇！哎呀，你能拯救地球？干嘛？你不享受的样子，你疯了？有没有？绿巨人不能拯救地球吗？为什么你的表情是？他的表情。我懂。我又觉得我可以拯救地球。我懂那一刻绿巨人特别想为精灵女王拯救地球呢。要是别人让我拯救，我可能拯救不来。但是女王都发话了，我觉得。好，海涛，你抓紧啊！从你现在开始，你不能拯救地球，预备，去。绿巨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金刚狼可以拯救地球。金刚狼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可以拯救地球？鸣人可以拯救地球。鸣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谁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等一下，是现在所有人都没记住，只有一个人记住了吗？是的。那么请问，我再说一遍啊，一错一个字，慢一拍，表达任何个人的喜好和情感，通通淘汰。好，就再说一遍，给大家再说一遍。再说一遍，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好不好？谁啊？好，我们请林允儿开始，好不好？各位英雄，stand by。精灵女王，请花木兰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孙悟空能拯救地球。孙悟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绿巨人能拯救地球。绿巨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金刚狼可以拯救地球。金刚狼可以吗？可以。哎呀，能够。哎，你把忍者神龟吓着了。你说的金刚狼可以 out。我们孙悟空先开始，各位英雄四大麦。好，孙悟空，请星矢拯救地球。星矢不能够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哆啦 A 梦能拯救地球。哆啦 A 梦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马良能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鸣人能拯救地球。鸣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够拯救地球？金刚狼能拯救地球。金刚狼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福尔摩斯能拯救地球。福尔摩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对，那个马良能够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福尔摩斯能拯救地球。那福尔摩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够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鸣人能拯救地球。鸣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
金刚狼能拯救地球？金刚狼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鸣人能拯救地球。鸣人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叮当。我有俩名。金刚狼在这边。我知道你差点说，你差点说叮当哀梦。对，我有俩名。我们的公式就是盯着一个人，盯着一个人。好，来，鸣人 out。准备，你们先来，你们先来。各位英雄 stand by。福尔摩斯请马良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请问谁能够拯救？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行尸能拯救地球。行尸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哆啦 A 梦能拯救地球。哆啦 A 梦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福尔摩斯能拯救地球。福尔摩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马良能够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为什么马良不能拯救地球？等一下，我跟你讲一个关键问题。马良，你为什么不拯救地球？对上话。大家都希望你拯救地球。没有，他有理由。你说你理由是什么？因为福尔摩斯的超能力就是智商。是。所以刚刚他们已经拿走了我的超能力，所以这一刻我可以再来一次。不可以。拿走了。没有，我们现在能力全部被拿走了，所以这不是理由。我们的能力已经被冰封在那儿了。再让我玩一次嘛。都是凡人。好不容易来一次，你不让我玩一次？耍赖。怎么办呢？他其实一直在这个游戏里在聊天。对呀、啊，他一直在跟人打商量。让我来一次吗？我好好听你的话。你说什么是什么？心里的话要在这个环节说啊。给你一次机会，但是如果这一次你们再淘汰，你们就全盘输。因为我们就是为什么？因为我们五个都在。一颗是 kiss me， 对不对？对。他针对我，他会针对我。我跟你讲，何炅特别坏，他我一看他嘴型了，他还针对我。来，各位英雄四单败。好，等一下，等一下，乾坤到现在都不知道第一句怎么说。是，看他跟着啊，不英，我想把拜，一句都没跟上。各位英雄四单败。好，我们再一次啊，各位英雄四单败。好，福尔摩斯请金刚狼拯救地球。金刚狼不能拯救地球。那么为什么？那么等会儿又开始聊天，就是在聊天，又开始聊天。那为什么他不能呢？谁能呢？这样吧，他走了，让我们两个正常跟你们拼一把。这他不正常吗？我觉得他也是正常的。那三个都不太正常。哎，真的能让我们两个拯救地球？好，来，坤儿好不容易争取了一个机会，又被自己玩砸了啊。各位英雄四单败。星矢请马良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那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够拯救地球？金刚狼能拯救地球。金刚狼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啊，你要问回去，那么请问谁能？耶，好 ，OK， 好。好，来，我们请俊臣开始啊！各位英雄 stand by， 哈，孙悟空，请花木兰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哆啦 A 梦能拯救地球。哆啦 A 梦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矢能拯救地球。星矢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马良能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孙悟空能拯救地球。孙悟空拯救地球。孙悟空不能地球。孙悟空要踢皮球。大师兄能变球，快来吧，大师兄！孙悟空踢皮球，大师兄！加油！大家，我们加油！来！一二三，加油！好，来，预备，请各位英雄四单败。精灵女王，请行驶。
拯救地球？行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星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马良能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花木兰能拯救地球。花木兰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朵拉不能拯救地球。朵拉你们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星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朵拉们能拯救地球。朵拉们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星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娘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星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星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马良能拯救地球。马良不能拯救地球。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星石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能拯救地球。精灵女王不能拯救地球。那么请问谁能拯救地球？星石能拯救地球。我也可以拯救地球。不是，星石能拯救地球。输了，没有，输了，没有了。他说我也不能拯救地球。没有，没有。没有，我们最后一个焦灼了，焦灼。没有，我懂娜娜的意思，其实还能坚持，但是陷入一个死循环。娜姐一直在旁边等。所以呢，我们游戏到这里终止。那么我很不客气，因为我们现在还剩下三个人，所以是我们这边获胜。手机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好，我们先看一个 VCR， 看看下一轮我们要做什么样的比拼，然后我们来解封我们的那个能量啊！来，请看《超能英雄争夺战》第一回合，演技考验，真真假假。每组嘉宾根据指定命题同时表演，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对方要通过这些表演判断出谁真谁假。本轮游戏可供选择的英雄超能力有：一、福尔摩斯排除法，获此技能可在选择时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二、火影忍者分身术，获此技能可在本队表演时增加一人，给对方增加难度。两大神技，你会选择哪一个呢？一个排除法，一个分身术，我们要商量一下，我们挑哪个呢？都可以，排除好一点吧。排除就是我们会更容易猜中，对呀、啊。分身法就是他们更难猜中，对吗？对啊、那我们用排除法好不好？因为我们要争取那个能力啊。OK， 好，那我们就确定我们要选择的是排除法。获此技能可在选择时去掉一个错误答案。花木兰能量都储备好了，我们刚刚一直拼下去是可以赢的，但是我们觉得太焦灼了。这个、做得好好哦，谢谢。嗯，好，那我们稍微换装一下，马上进入到我们接下来的真真假假。真真假假，首先呢将会是我们这一队呢来观察他们。等一下，他们五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真的身上会通电的。我们要检查一下谁是真的被电打了，你都听懂了？差不多。差不多。好，五位影帝影后请亮相。我们的程序是这样的，首先呢统一打一次啊，我说三二一统一电打一次，然后我们观察你们五个同时的表演之后，我们会挑出三位重点嫌疑人。这三位重点嫌疑人我们将依次电打，第一次我们只持续三秒钟，好不好？来，三秒，准备，三二一。在火锅英雄里演技也是这么不走心吗？我们讨论一下，首先我们要行使我们的超能力排除法。哎呀，没用，我们根本就没有往他那方面猜，对不对？其实高以翔，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娜姐。好，俊辰，你觉得是谁？我觉得是坤哥。坤哥，原因是因为演的最好，因为很夸张，所以说有可能是他要用假象来迷惑我们， 对不对？啊，他想让全世界觉得他在
不走心的眼，但其实他是真的被电打的那个人。好，欣欣你觉得是？我觉得是杜海涛啊，因为刚才在击完三秒之后所有人开始聊天嘛，然后只有杜海涛就趁大家不注意，然后开始就是开始狂吐气，他有可能演得有点慢。好，允儿你觉得会是谁？嘉哥。为什么？他一直在抓着手。哦，一直抓着手在忍是吗？对。谢谢你们四位啊，一人投一票。所以你这一票很重要啊。我觉得是娜娜。首先第一点，我觉得要保护女生。那个不是，不是要保护女生。不是。化妆，不是吗？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让娜娜去被电打，对，就算他们让娜娜也不会同意。然后第二点，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他被电打的话，我也不太舍得他再被打十秒，那我们就排除先了。好，接下来进入第二轮，我们轮流电击陈坤、维嘉和海涛。好，我们首先电击杜海涛十秒，开始。是有开始吗？有开始在电吗？已经结束了。因为我不是，我说一下啊，现在已经没有了。因为我经常被这个电，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腰不好，然后这个是最好的，这个叫理疗，理疗机，所以这个电量对于我来说，简直就我的身体已经可以承受了。接下来，电击李维嘉，十秒钟计时开始。他不是。真的通电了。嘉哥，你手机是开了震动是吗？对，嗡嗡。嘉嘉，你是不是有点太浮夸？嗡，那个电灯没有通呢，你就开始抖。要想好，我走的就是这个路线。接下来，陈坤，我们要升级，一边十秒钟电，一边拿笔写“火锅英雄”这四个字。好的，好的，我可以边写边说吗？行，预备，十秒钟，电击开始。火锅英雄。四月一日全国上映。哎，时间能长一点吗？哎，我曹某哦，失恋追星联盟。好，不是他，我觉得不是他。我也觉得不是他。哎，我一直在抖哎。你是后来想起来了，哎、后来想起来开始抖。你已经完了，写的时候。字写的好好，字写的好好。写的时候符纸那个手是没反应的。对。刚才的。坤哥的表演可以用一首歌，叫什么？浮夸。但是嘉哥又太觉得像他。他刚开始演，允儿就说：“哦，不是他。”啊，是吗？是不是刚开始演？其实我觉得很有可能是维嘉。我再提一个过分的要求，你可以把这个贴到你的脸上，我们看一下吗？涛涛，你帮他一下，因为他自己不太好贴。我可以比个手指吗？啊啊！比什么手指？赞！啊！不喜欢哪边的脸，嘉哥？我想问一下，真的会电歪吗？到时候不会不会不会，贴两边就平衡了。预备，开始。好，可以了，贴。你觉得呢？还是海涛对吗？对。允儿第一次就猜嘉哥，对不对？嗯。所以你现在你的判断是谁？嘉哥。嘉哥，你觉得是海涛，对不对？俊辰，你觉得是谁？嘉哥好了。嘉哥。欣欣。我怎么觉得是海涛呢？又剩你了。维嘉。好。来，请揭晓。啊！掌声鼓励。允儿，等一下，这个是有厉害吗？他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反应呢？有，我们来试一下。下面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瞒天过海的吧。在讨论阶段，他们就完美预测到对方可能将重点放在陈坤身上。他们会以为是我，反而选一个他们最觉得要选的。他们以为肯定是我。而正如他们所料，接下来陈坤夸张的表现一度让他被怀疑。
他想让全世界觉得他在不走心的演，但其实他是真的被电打的那个人。但他成功通过忍耐力洗清了嫌疑。浮夸。不是他，我觉得不是他。我也觉得不是他。写的时候符纸那个手是没反应的。对、啊。哎，我一直在抖哎。后来想起来开始抖。你已经完了。而队友的精彩配合，将对方的注意成功转移。因为我经常被这个电，我已经习惯了，因为我腰不好。维嘉的神演技更是让众人确信目标。他好像真的通电了。完美的配合，最终成功骗过对方。嘉哥。嘉哥好了。维嘉。让我们为他们的机智点个赞吧！好，恭喜你们表演成功。我们这个就没答对了。好，现在轮到我们这一组猜了，真真假假系列之二，这个呢是来测验我们这一组对方五个人当中谁坐在了假的不舒服的椅子上面。对方有四个人坐很舒服的椅子是平的。还有另外一个人，他坐的是，哎呀，哎呦，很对啊，就是这个。好了，我们就不要太拖延时间了，因为对方人有人受不了了，好吧？不太舒服。究竟谁坐了不舒服的椅子呢？对面五位影帝影后拉开幕帘。宇文，你好好看啊！谢谢。疼不疼？我坐在你旁边，你夸别人。我们这样，全体起立。让我们想要使劲那种，有一个劲儿，就这样，起立，坐下。就是要这样，慢慢的站起来，这样坐下去。OK， 好。把自己整个扔下去，哎呦。好，来，把自己的身体放松。三二一，坐。我觉得何老师肯定不会。何老师是吗？有时候也不一定，因为何老师。我觉得这种辛苦的事儿，一般何老师都会说我来，但是就不知道剩下几个团队的人会不会说何老师不要。不要，有可能剩下团队说何老师你来，是这样的，稍微快一点。第二个排谁嘛？第二个。第二个再来一个。我觉得孙悟空，因为你们这一轮要快一点，真的。好，快一点。孙悟空太慢了，这样节奏，马上排出两个。那就高以翔、孙悟空。对，高以翔、孙悟空。好，接下来你可以对我们剩下的三个人依次的提要求。好，我们让吴昕举一个腿举起来。就是你这样，你看我们坐下来是举个腿很方便哦。好了，可以了。感觉你像牙疼。我们接着请那个允儿，请坐在椅子上面转一圈。你太聪明了。哎、我真觉得有可能。你坐好了。我坐好了。请孙悟空和允儿同时这样子靠在你身上。把你往下压。来，我跟陈坤示范一下。哎，是这个意思，就是靠着就好了。他们俩站起来压我是吗？是这意思吗？就是这样，轻靠着你，这样拍个照，三个人拍个全家福。你不用真的用力压呀，做出那种用力的样子就好了哈。好来啊，一二三。OK， 好。好，我们已经选好了。我们已经选好了。谁？刚才有个细节，你们看到没有？我看到了。翻译姐姐特地把那个东西挪了个位置，因为怕她坐得不舒服。我们为了不要选错人，是不是？我们请那个允儿起立坐下三次。慢慢的 OK 了，来，加油，一二一
3 2 1 2。他的那个舞蹈里面有没有很多这种动作？有没有？我就怕很稳哎，是不是？所以，好，我们一起投票吧，啊，好不好？好，3 2 1，允儿。好，我们首先揭晓允儿，小芳请。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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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要不要改？不行不行，你们已经都做出选择了，没事没事，好来。这个给我。再猜，再猜。吴昕，揭晓吴昕。高以翔，来，高以翔。啊！啊！那两个一起扯吧。演的不错，两个一起扯，来，3 2。啊！俊成辛苦了。小孩好厉害哦，从头到尾绷好紧哦。允儿真的演得很好，谢谢。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一对又是如何骗过对方的吧。在讨论阶段，他们就猜到了对方的重点目标是允儿，而对其他人放松了警惕。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不会让允儿给我？我觉得他们会猜到，会猜是允儿的吗？对，他反而不会，因为觉得太容易让他做了。而俊成略带浮夸的表演使他在第一轮就被排除在外。我觉得孙悟空，因为高以翔孙悟空，高以翔孙悟空，队友的精妙演技也成功迷惑了对方，何老师的机智反应成功吸引了对方注意力。1 2 3，是这样的，稍微快一点。吴昕惊吓的表情和貌似不协调的动作也让人摇摆不定。吴昕举一个腿举起来。允儿的从容不迫最终让对面统一了答案。请坐在椅子上面转一圈。允儿，让我们同样为他们的机智点个赞吧。是不是啊？好了，我们这边是影帝，哎，这边影后。好，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游戏的规则。超能英雄争夺战第二回合，胆量挑战龙门阵。每队派三人上场挑战，每位队员需跳过板子中间的圆洞，在不破坏板子的情况下顺利通过，即算挑战成功。累积板子数量多的一队获得胜利。本轮游戏可供选择的英雄超能力有：一、金刚狼削铁如泥，获此技能可让其中一个队友在挑战时板子上的洞变大；二、哆啦 A 梦时光倒流，获此技能可获得一次机会，让自己或对手重跳一次；三、神笔马良化物成真，获此技能可为对方多画一块板，从而增加挑战难度；四、精灵女王魔王克星，获此技能可在比赛前秘密指定对方的一名队员成绩无效。四项技能你会选择哪一个？超有用的，这个技能都好厉害啊。来派一个代表石头剪刀布，赢了的可以拥有一个技能，好吧？这样我们不派允儿了，允儿说她人生当中最不会的就是石头剪刀布。对对对，我觉得因为我们都是靠实力不是靠运气的，好吗？我们对不对？我们对不对？我们派出高以翔。哎呀，我也换掉了。他怎么了？他又怎么了？刚才他说好我来，然后允儿说不参加，他说你来你来。我说为什么呢？我只想跟允儿。哎呦，坤哥你太那个了。不是不是不是，你怎么像这种人？好了好了，我们就派允儿。好了。好。成坤欧巴，你出石头吧。好 ，OK。下去下去下去，等一下，重新来，怎么办？下去下去下去，等一下，我要说完了。下
是，我也要说完吗？等一下，哎，我也要说吗？那个何老师，他女儿，他要还回来，影响我爸。有，他还回来。你演我的翻译。不是，你说。你出剪刀吧，我出石头，好不好？你出石头，我看着出。你出石头，我看着出。我看着出。好。为什么有一种相亲的感觉？好，背面啊，来，准备，三、二、一，出。啊！呀！他输了石头剪刀布。赢了一个拥抱，他觉得他赢了全世界，好吧？三打二胜。好，你可以跟那个高以翔来，你也可以跟他撒娇来，来。你选欧巴。谢娜美女。你出石头，我看得出，好不好？两位背对背啊，同样石头剪刀布一把啊，来，石头剪刀布。哦，行了，行了。谢谢，给你一个拥抱。别人也不知道要不要。我人生中学会了一项新技能。为什么画风变得这么奇怪？现在平局的情况下，我们只能派出。你们两个，回家欧巴。你们两个真的太难算了。两个人都想吐了。来，好，直接背对背，背对背不商量啊！来，石头剪刀布。哦。好，你们挑一个能量卡。我们国王克星，这个四个魔法，我们想要精灵女王。拜拜。他们会选一个人的成绩不作数。啊，这是取消那个。对，完了，那他们肯定。好，我们上道具。乐大本营现在继续。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我们是快乐家族。前不久呢，我们邀请我们所有的嘉宾和主持人们去接受了一次高空的大挑战，这一次呢绝对是胆量的一次直接的考验，因为确实我们看到那个现场都非常惊讶，快乐大本营从来没有过的高空的危机考验。我们来看看这个短片，来请看。远儿别怕，远儿没事儿，不管有什么事都别担心。Yes， 海涛哥哥在。这是今天你的挑战。今天超能英雄们的胆量出世，就是高空过独木桥。挑战者要蒙上双眼，只靠一根绳索的牵引，通过两座楼之间的独木桥到达对面，敲响铃铛则挑战成功。面对这么残酷的胆量考验，嘉宾究竟会怎样选择呢？何老师，你们快走！何老师，你们快走！快乐家族，快走，不要过来！他们疯了！ Oh, no. 第一个挑战者是海涛，海涛最终答应挑战，是因为导演组告诉他，允儿会看到他的表现哦。别让允儿看到这些，好吗？废话少说，快戴上眼罩吧，允儿妹妹。啰嗦的海涛终于被黑衣人带上了楼顶。这没有台阶吗？没，这是个平台。已经到平台了。踏一步，哎，踏一步。好，现在你这是踩到那个。现在不是了，有五阶。就这么短啊？不对吧？这怎？放弃，我放弃了。什么？还没开始就要放弃？海涛，你忘了五分钟前你还信誓旦旦的吗？没事，不管有什么事都别担心，海涛哥哥在。放弃了。最怕这种反应。来吧。
这个你们弄得不太稳。小心小心。没想到海涛竟找到了向前移动的好办法。我到了，我到了吗？我的眼镜都湿透了。哎呦，我真不敢走。我是胜利者。妹妹，我说你怎么没理我呢？这谁喊也听不见呢，有毛病，无聊，吓死我了。哈哈，没错，海涛，你被整了。其实大本营今天的特别企划就是高空独木桥整蛊，挑战者真正走的是架在楼顶的一座矮桥，为的是测试挑战者能不能战胜自己心中的恐惧。第二位挑战的就是海涛心心念念的允儿妹妹。去哪儿？저기가야돼요害怕害怕怎么办很高啊不要怎么走我心已经软了哇哎，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要别让他弄了。太残忍了，我心痛。你心疼为什么让我做？要不你退回去吧。哎，我还是觉得太危险了，要不你退回去吧。我不能回去，我不能回去。允儿坚持不放弃，但是因为恐惧，挑战速度也慢了很多。允儿妹妹，你真的是太坚强了，哭着也要走完全程。哇，我不能走，不能走。允儿颤抖着完成了今天的挑战，接下来的几位挑战者又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坤哥，往前走。为什么要往前走？入口在这边。哇，来真的了耶！走吧。迈不动。一二三四，七层楼啊！很高哎，别以为长得这么高就不怕高，其实我很怕高。哎，你们是真的开玩笑还是真的呀？真的。我上快乐大本营要这么拼吗？嘿，有人吗？哎呦，回音好，有回音啊！怎么这么真空的呀？牢固吗？有没有把针啊？怎么空了？你真美，你感觉到我的心跳吗？万一我摔下去摔倒了怎么办？那我摔下去的时候，你们先要保护我的脸，好吗？保护我的脸，好吗？其他地方无所谓了。
拿吧，我跟你一块儿，你来试一下来。我觉得还行，一点都不晃哎。先替我先走一下好不好？如果晃我就告诉你啊。为了给吴昕鼓励，何老师大胆的先登上了独木桥。最终走到一半又退回去，穿威亚的郭俊辰，走到腿发软的高以翔，为电影宣传拼了命的陈坤，还有连唱带跳的白举纲，都通过了考验。我，哎呦，我的，这是整我吧？嘿，他们玩了我。欣欣，试一次，这个距离比你想象的近很多。确定挑战没有危险，何老师再次鼓励吴昕，最胆小的吴昕终于爬上了桥。妈妈，哎呀，我脚还没有离开那个台阶呢。我知道你用力蹬，你看啊，我看你已经过了一半了。这么近，你听我声音多近。非常，哇塞，吴昕一半了，再两步来，不要管了，非常稳，非常稳，来走，你再两下你就能拉到我的手了，我给你拉过来，来，啊，不是你这太小了，再多两下来，很近很近，到了吗？没有，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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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儿，你听到没有？听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加油。不知道是怎么样的。啊，你现在最恨谁？好，来。哎呀，是不是可蠢了？不蠢不蠢不蠢。哎，到了，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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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这个下面是这样的。胆大的谢娜和恐高的维嘉压轴登场了。先上天台的是谢娜，而维嘉留在楼道等待。不是啊，好，把这边扔了。这旁边有吗？没有，慢点，慢点，你慢点，慢点，慢点，这怎么行啊？哎，对，你站上去就要稳了，你现在千万不能大动啊。对对，哇，这么窄啊，可以带走了是吗？没想到前一分钟还在害怕的娜娜，在开始挑战以后，就像上了发条一样，大步流星地往前冲。娜姐，你不愧是个女汉子。哎呦，哎呀，不要不要，哎，等一下等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你咋突然不行了？哎，不行了，不行，我走了。蹲下来。蹲下来，待会儿脚麻。不行不行不行，看吧，我又起不来了。维嘉已经被娜娜的呼救声吓到，而楼上的三人还在不遗余力地制造紧张的气氛。娜娜，嘉嘉，我放弃了。刚才有人差点火，不是凭什么？太吓人了！凭什么呀？是眼睛视野独不瞧了呢？骗我吧！对呀，娜姐，我怎么会在我这一边呢？哦，他们臭骂了一顿，我中间差点摔着啊！那个太危险了。我腿软了。尽管被大家轮番轰炸，吓得腿软，维嘉还是想做自己心中的大英雄，决定尝试挑战。那我试一下好吗？试一下好吗？啊！听到独木桥的声音了。
是吗？是不是？啊！啊！这是什么？这就是吗？就是了，大宝。威亚在哪里？吊住了吗？吊住了。威亚，就快在挂你身上。挂着。这个威亚只能保证你不掉下去。对，但是不会保证你不掉下来。是什么意思？去和来是。哎，你这太左了，太左了。这样可以吗？你还是太左了，你。啊啊！你有知道他在外面，在外面啊？啊！对，小周，你倒向右边了。啊！啊！我不敢。别杀我！我的世界充满着未知变幻的旅程，我不怕风和雨，期待笑和痛。谁的声音不能真正感觉到？他不是我。观众都看得笑到不行，太厉害了！怎么能这样？不要把我们的那个尴尬建立在你们的快乐之上。而且每一个人的表现都让人印象深刻，有没有？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勇闯龙门阵的考验，大家加油！这个很简单，每队出三个人，累积挑战的总块数。我们派的是佳佳。坤坤，刚刚，好，我们这边已经经过了讨论，我们要派出的三位大将是郭俊辰，耶，高以翔，耶，林允儿，何老师你很坏，我们非常，而且我下午彩排的时候故意摁住了允儿，要他不要上。我们想到了，他其实超厉害。我们想到了，好，你把名字写好。写好了，林允儿，写好了吗？没有了，没有，不是写的林允。我们在你宣布之前，我们已经写好了。首先，第一个要出场的郭俊辰先跳一块儿，来，来，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吗？好。勇闯龙门阵，郭俊辰，三二一，走！加油！耶！踢到了，踢到了，踢到了，成功，没事，没事，成功，成功，只要没裂就行。好，上你们的人，谁？佳佳。好，维佳。You can do it。好，维佳上场，维佳挑战一块儿。小心，小心啊！调整呼吸。哇！动作轻松漂亮，维嘉，好帅耶！哇！动作轻松漂亮，维嘉，成功，好帅耶！好，好利索的动作。接下来我们派出高以翔，先暖个身吧，先暖个身，直接过去是不是？直接过去，我估计这下得断了，可以吗？他这样，他如果可以迈过去，可以吗？对不对？可以吗？慢慢迈过去也算，迈过去啊！天哪，高以翔竟然选择直接跨过去，果然是腿长任性了，不费吹灰之力，成功为黄队赢得一分。高以翔一块儿，而同样拥有一对逆天长腿的允儿也借鉴了这个方法，轻松过关。见此情景，陈坤不甘示弱的也要采取这个方法，可是。不是坤哥差很多哎，不能服不能服。好吧，尽管非常费劲，但还是勉强通过了。好，也过了。这时出场的白举纲终于回到跳的方式，那么问题来了，他能跳过去吗？好。
白举纲第一次成，没有，还有一次，还有一次，这一次没有成功没关系。小白，你好好的，小白，弟，你好好的过去吧。好，白举纲第二次的挑战，走。你是尾巴带钩吗？小白，你尽力了。好，白举纲没有成绩，接下来俊泉挑战几块？走的是白举纲。小白最不挑战三块，三块，我们要上三块，来，加油！来，掌声给他鼓励。川川加油！加油加油！好棒你，好帅！郭俊成一次成功，接下来维嘉挑战几块？哎，我们要不要慢慢加，还是说我就一次？他们都跳了三块，我们跳两块也没意义啊。没意义了，好。好，维嘉挑战三块。我维嘉脱衣服了，脱去外套，脱衣服了。加油！哇！好，他可以接前滚翻过来，到你们了。我们这次先派出高以翔挑战三块，没问题，没问题，你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好，高以翔挑战，你这还要这么过？有什么东西？不可能！好，高以翔，加油！压力很大，因为他身长太长了，所以他过去的时候要控制的部分非常的多。注意安全。哇！哇！哇！腿高了，腿高了，腿高了，太长了。我有这种苦恼。我切一点给你。嗯，多切一点。多切一点。好，来，高以翔第二次挑战，来，掌声给高以翔。加油！即快乐大本营，现在继续。加油！太厉害了，好帅啊！好，接下来我们白队，你跳几块？不行，就先两块，缓着来。两块，因为你之前没弄过这个。块，我跟你说，先保证那个有效成绩，它是累积的。我可以跳一块吗？没有，不，你跳过一块了，所以现在最少要跳两块，好不好？那就两块。两块吧。好，陈坤的挑战第一次，两块，预备，走。你要回去看看这个慢动作。二哥，不要笑，这里面一定有苦衷，对不对？我为了宣传一部电影，我至于吗？不要这样，你刚才其实就想说票房爆表的意思，对不对？对对对，就爆表。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一个成功的啊，来，我们来给陈坤加油。加油！火锅英雄，加油！火锅英雄雷大哥啦！今夜我们都是火锅。坤哥加油！哇！啊、帅！成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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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了，好，好，接下来林允儿挑战几块？两块。好，两块，允儿挑战两块。好，来准备，允儿。哇！
好，继续往上加，郭俊辰加几块？四块。这个环节没想到能进行这么长。天哪，观众朋友们看到这里，该不会以为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游戏吧？太天真了！龙门阵可是大本营史上最古老、最难玩的游戏挑战之一啊！龙门阵，我们来看看11年前的珍贵画面，请看，这是当时刚刚出道的春春和比比，发型可销魂啊！当然，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来看看他们的表现。这个真的很难。再来看看娜姐，先拿过奖，先过奖，啊！过去了，过去了，过去了，不要怕。天哪，无论是明星还是路人，大家纷纷失败，连一块板子都无法通过。因为难度太大，这个游戏被节目组封存多年。今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让它重新出山，却没想到迎来了空前的盛况。哇！现在来看看郭俊辰的四块板挑战。四块的挑战第一次，成功，漂亮！紧接着，维嘉也成功挑战了四块板，挂！在这样的热烈气氛下，全场嘉宾纷纷开挂，陈坤、韵儿都相继完成了三块板的挑战。虽然高以翔遗憾止步四块板，但黄队的比分已经遥遥领先白队。此时两队的战斗之魂已经熊熊燃烧起来，郭俊辰和维嘉都选择了继续挑战不可思议的五块板，他们能完成吗？好，俊辰现在要尝试五块，对不对？五块，加油！现在五块这个非常非常难以想象，是让我们节目组也没有想到他们会突破这么多成绩，所以你们看后面的板都还没来得及刷颜色。好，加油了啊！加油！俊辰来，好，五块不可思议，来，掌声！来，冲！成功！哇！成功！哇！厉害！太能跳了，真的是太棒了。维嘉也没问题，来，维嘉上。嘉哥。好，五块，维嘉来。维嘉第一次尝试。成功！好，允儿四块嘛，对不对？你要试吗？还是你可以放弃？四块尝试，哇、哦！林允儿不放弃，四块，允儿加油！加油！四块板。我们现在很重要，现在我们想要知道你们选择去掉谁的成绩。在本轮游戏中，白队使用了精灵女王超级能量卡，可以在赛前秘密指定一个人的成绩无效。这个很贱，因为他们会选一个人的成绩不作数啊，这是取消那个。对，而比赛进行到现在，黄队的表现相当精彩，高以翔的累计成绩是四块板，允儿是十块，郭俊辰是13块，黄队总成绩是27块，而白队维嘉也是13块。
陈坤六块，白举纲一开始出现失误没有成绩，白队目前的总成绩是19块，此时面对整整8块的差距，白队的能量卡可谓举足轻重。如果你们是选择去掉郭俊辰的成绩，我们加起来14块就不可能跟你们再比了。而三名成员中，他们究竟选中了谁呢？我们在你宣布之前，我们已经写好了，拿给我们看之前写的那个。郭俊辰，郭俊辰 out。 于是双方比分由原本的27-19瞬间变成14-19，局势出现了大逆转。现在因为像陈坤还没有跳四块，陈坤如果过了四块的话，允儿要跳9块才能赢。游过去，允儿也游过去吗？而面对唾手可得的胜利，陈坤决定完成最后一战，以此来巩固胜利。最后一次四块板的挑战，他能完成吗？好，陈坤加油！来吧，就这一跳。预备备。可以的。为了。接下来，林允儿挑战9块。不用了，不用了，我们服输，我们服输，我们服输。太厉害了，陈坤太厉害了哈！好，我们恭喜白队获得胜利。我们来看下一轮的游戏规则以及我们能够用到的能量选择块，来，请看。超能英雄争夺战第三回合，团队联手，乾坤大挪移。两队队员分别站在两端的台子上，开始之后两队要迅速互换位置，如果队员在交换途中掉落则淘汰。位置交换结束后，剩余人数多的一队获得胜利。本轮游戏可供选择的英雄超能力有：一、圣斗士星矢，守护同伴，获此技能可有一次机会复活一名队友；二、绿巨人，大力出奇迹，获此技能可在任意时机摧毁桥梁的一部分；三、孙悟空定身法，获此技能可让对手定身10秒；四、花木兰号令三军，获此技能可召唤3位黑衣人的帮助。请记住，每项技能都只能使用一次，各位英雄赶快做出选择吧。好，你们要选哪个技能？我们选那个孙悟空定身法，定10秒那个。好，进入到我们最后的乾坤大挪移。乾坤大挪移的升级版，我们注意到呢，中间的这个桥被换成了陀螺，装备升级了。现在3局2胜，第一局开始。角落各位可以让他过去，没事，可以让他过去，因为我们台上有4个人，没事，可以让他过去，可以让他过去。台上上面，哇！
没问题，没问题。这一局没有想到，我们居然最后还能坚持一下。好要的啊！现在1-0，这一局我们一定要拿下，不然我们就没机会了，好不好？Round two， 开始走。顽强啊！中间，我一度冲过来的时候，看到我坤哥在我面前，哇！1-1，现在决胜局。哇，我们刚才那个战略是对的，对不对，以霞？我们还继续那样，好不好？辛苦你继续当我们的冲锋队。Round three， 预备，开始。
好，维嘉差一点就下去了。啊呀啊呀！谢娜凌云，谢娜凌云。很棒，两位都很棒，很棒，很棒。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的温特奶粉，提醒您下期看点：朴海镇、陈伟霆、张亮、陈晓、魏大勋，看学长们疯狂收割少女心。哦、oh. ，What？ 是在体检吗？我没有发烧。吴昕说一下什么样的感觉？全心都不行。那个包好好看，我想要。你要包还是我？情书接力大赛，怎样的奇葩题目难倒众人？哇，这是一首大诗，我这么大的诗啊，何老师都怔住。念念不忘你昨晚留给我的唇语。哎呀，害羞。哪呢？他答应。韩语。哪呢？I love you. 英文。Nana, I stay. 哇！少女心 KTV 大赛，究竟谁能一举猜中少女心？我举报，我小哥在假唱。谁啊？你一句话都没有。女生思念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听什么样的歌？爱的就是你。看下面的粉丝反应了。听那个朴大勋，五个，第五个，你们全部是靠一个韩国演员在帮你们选，还第几呢？一百个女大学生，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就叫做朴海镇。全新游戏单杠跳高大赛，有人惨遭滑铁卢，收手，走，没事吧？海涛，我想跟你在一起。有人出男友力大爆发。现在平局第七块加上去，我们派出的是陈伟霆。谢谢大家，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vivo 智能手机快乐大本营的全部内容。好了，那节目最后让我们感谢母婴品牌红色小象、飞鹤婴幼儿奶粉以及你好漂亮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同时，武神赵子龙同名游戏也上线了，欢迎大家。